还没明白怎么最自在，怎么样算失态，是不是圈错了鞋带，几年下来都没有名牌，没好开口表白。故事刚开始两小无猜，一个故作洗白，看另一个置身事外，昼夜分开会显得见外，朋友一起用手机自拍也多好奇拍，他们说的失败早苦苦等待，破坏也不愿表白。站在这人看来，行为太古怪，用一个镜头留下感慨，没知识可以把爱抛随我这人好吗，虽然不到五千，还当不想牵挂，也不要路人甲的对话，割一把龙头发，伴随你这人好吗，别说不答，可以总是重复问话，最近好吗，话题都关于他，无下风呀，谁爱他，跟我相爱谁都不答。怎么最自在，怎么样算失态，是不是圈错了鞋带，几年下来都没有名牌，没好开口表白。故事更改是两小无猜，一个故作气派，看另一个置身事外，昼夜分开会显得见外，朋友一起用手机自拍也多好奇拍，他们说的失败叫苦苦等待，不管也不愿表态。现在这人看来行为太古怪，用一个镜头留下感慨，每次是可以把爱伴随我这人好吗，虽然不大无钱，还谈不想牵挂，也不要路人甲的对话，割一把龙头发，伴随你这人好吗，别说不答，可以总是重复问话，最近好吗，话里都关于他，无相逢呀，谁爱他，跟我相爱谁还谈不上牵挂，也不要路人甲的对话，割一把龙头发，伴随你这人好吗，别说不答，可以总是重复问话，最近好吗，我要他度过一个无下抚养，谁爱他，跟我相爱谁都不答。谁都不答，全错晒。